跑出来了呢？刚才我回来的时候还搁圈里呢。哎呦我，嗷嗷跑啊！哎呦我，哎呦我，这给这鹅撵的。你俩真淘啊！上次来吃几十来了，你瞅那个，看我爸开门要进去了，疯了似的撒欢呀！看那小羊撒欢，哎呀，这鸡食挺爱吃呢，它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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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往哪跑？驾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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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驾满院子跑，这给他俩兴奋的，高兴完了再出去。金燕就好了，今天咋不爱回来了呢？今天我妈还弄不回来了。走走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今天还跑两下呢，哎呀，是缺钙不？给灯打上，一二三，抱上去。咋这瞅着挺精神，但是。这还是像不那么硬实似的。你搁屋里待着吧，我们去喂牛了。现在是晚上6点，天才刚黑，现在天越来越长了。喂牛也不用喂那么早，冬天4点就喂，现在6点才开始喂牛，把小牛弄回去了，开始喂这些大牛。这一天整这一群牛，一天一点也不能闲着，到点就得吃饭。这人不吃饭行，这牛要不吃饭可不行，到点就得给喂。灯咋着？这么多都在等着喝水呢。这搁里头叫唤呢。这要喝水了，不是料，就是水料。早上下午你看到我喂了，你要吃的甜的是，哎呀，舔流干净啊，甩的啥的，就是渴了，听着你们来的声，要喝水哈。嗯，一会儿要料是往这个里放的料，料啊，这不给都要啊这。嗯，他怎么崩裂了自己？没摔着吧？哎呦我的天，给这都服了傻了。你看这天上的什么样儿？他自己还搁那走一会儿呢，看那劲儿走的。以前都不下地，可听话了，这咋还下地了呢？这扑腾，给屋里扑腾，给他那粑粑盆都着地来了。我还没着过地呀。谁说不是？你都给他粑粑盆都着地下了，这家伙他还能耐了。要死！你要我啥？这搁屋里住得有20多天了哈，他也没往地下下过呀，这怎么还自己下地了呢？你说，这真是撒的这尿啊，这他这地下撒的一堆尿，搁屋里溜达的，俺们去喂牛了，他搁屋里还下地跑了，别掉地再摔着你，又给他铺小被了。他这小味儿啊，全是味儿啊，全是尿味儿。太凉了也不行。嗯，凉到嘴边不行，
天天都给他铺小被儿，这回自己找奶喝，饿了，喝了不行再来一袋，两口没了这回。这回真是比以前强太多了哈，你看自己喝了，可不用，两口倒没了。我爸还要买奶瓶子呢，我都买了搁网上，还没邮到呢。要买几个钱？嗯，11块钱。11块钱。给他哄一哄，喝了，要不都扔了白瞎，还剩一口了，还喝了。